庶人，帝多啊，但愿你能理解师父对你的一番苦心啊。20岁不成国手，终身无望。意思就是说，下围棋的如果不在少年成名，只怕将来再下苦功，也终至庸庸碌碌啊！啊！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师傅，这是说您的吧？你给我少废话，先赢了我再说。拜托，师傅，你不要挖鼻孔，很不卫生的。关你什么事情啊？这关你什么事？下棋。大师。我大师。大师。大师，师傅，我还是大师。啊！我大师。不许吹口哨，别叫了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师傅，您赢了。帝都啊，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呀。师傅，徒弟愿意学，愿意学呀。您就教教我吧，您刚才那一招，您就教给我吧，求您了，求您了呀，师傅。师傅，您要不教我，就说明您也不会。刚才那是蒙的。蒙。谁说我是蒙的？你竟敢藐视本寺的祖传独门暗器，万劫不复手啊！那您为什么不教我？不教我就是假的。好吧，我教你。万劫不复手是本寺一本绝学，向来传男不传女。师傅，咱们庙里什么时候有个女的呀？闭嘴，你听我说就是了。我现在给你演示万劫不复手最高深的一招功夫，名字叫做错字连篇。我现在把棋子扔出去，在那儿组成一个佛字。这招最难的在于要挖掘每颗棋子的力道方向，需至少50年的功力。明白吗？好呀，师傅，果然是错字连篇呀。刚才师傅是一时失手，也许这一招对你太难了。现在给你演示第二招的功夫，叫做万月归宗。师傅，什么是万月归宗啊？就是我的棋子儿，无论扔向哪个方向，棋子儿飞行途中都可以借助地形的 GPS 导弹系统自动发现目标，并实施打击。还有导弹呢？多嘴，你好好看着就是了。
师傅，你太伟大了，我也要学。嗯。啊！吸铁石，师傅。嗯。刚才那招是师父当年行走江湖不得已而为的啊！天地无眼，下面师父教你我寺万劫不复仇的最实用的一招，叫天地无眼啊！天地无眼，威力巨大，沾上死碰上亡，所以叫他天地无眼。当初本寺就是靠这本绝技在白晓生的兵器谱上排行第一的。帝都，这个葫芦放在你的脑袋上。啊！师傅，饶命啊！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这招威力巨大，师傅让徒儿顶这个葫芦，以您的武功，徒儿还不是死定了？师傅呀，帝都再也不淘气了，求师傅饶命啊！帝都，快给我去！你自己练练吧，哈。师傅，来站这儿，顶着。不会走就想跑啊？哪有刚开始就拿人练的？去，到后院自己练去，快去。知道了。后院什么都没有，让我拿什么练呀？嗯，有了，可马蜂可是会蜇人的。有了，我先试试他们。哎，哎，哈哈，这是一窝好欺负的马蜂，我可以放心的练了。哎哎哎哎哎！又在淘气了，师傅！帝都，师傅！帝都，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呢？到底啊？师傅，你看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